家阿弥陀佛。那我们等一下蒙山之前，先来替我们的冤亲债主，今天更要发起广大心，所有受苦众生做供养。那我想各位养成一个习惯啊，众生都是父母，凡是供养，那么以对自己亲人的心态去对所有众生，这个叫平等心，不能一天到晚回向给自己冤亲债主，好像很讨厌他或是执着他，你反而超度不了他啊，问题都出在自己。也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他儿子要考试怎么办？考试就是供养出家人他们去研究佛学啊，那这样以后那力量是最大的啊。妈妈生病怎么办？供养生前医疗啊，像安妮他们在山上，我们每次去到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药，他们根本那边没有这些药啊啊，特别他们在山上啊，在，所以各位你要在生前医疗也供养他们平常用的药啊，然后这样福报很大。因为我们修行一天一天，一天八关斋戒，功德就这么大了，何况他们从早到带我在佛学院很精进的修行啊，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啊，那他们色拉且要从小沙弥到格西要31年啊，31年啊，然后呢才能够毕业做格西，然后呢要开始用各种方法弘扬佛法，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来世有因缘出家，好不好？你要发愿，不是去极乐世界做人，就是出家啊，一辈子都拿来修行。好，谢谢两位功德主，一切满愿，阿弥陀佛啊！这是印度最好的香啊！啊，印度最好的香，谢谢格西。好，那各位现在拿吐司面包来捏一捏啊，做替身，跟昨天讲的一样，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生命，都是为了来布施的，这就是佛陀的生命。哪怕生命只有剩下一秒钟，佛陀都还在奉献利益众生，这才是生命的意义。就像把香点完了，把灯点亮了，点到它消灭掉，那就是生命的意义。各位永远记住这一点啊！就像花，花开花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漂亮跟庄严来供养佛，然后它的生命是从生到死，从头到尾，不是给自己看的，是给众生看的，看到它的光明，看到它的美，看到闻到它的味道。做人也是要这样，从头到尾训练你自己，不自私，不为自己，为了奉献，为了孝顺父母，照顾家庭啊，帮助社会，帮助国家，帮助世界，帮助法界。希望大家建立这种健康圆满的观念，好不好？不为自己，一切不为自己啊，养成习惯。所以有两颗橘子，一颗比较漂亮，一颗烂烂的，那永远都把好的给别人家了啊，乃至呢旁边要多一个人，两颗都给他们了，自己不吃都没关系啊。这就是佛教讲的空性与大悲，没有自己，只有众生。那你越如此，你越成佛。请问佛陀的福报大不大？阿弥陀佛的福报大不大？就是这很简单，不自私，全然奉献，反而福报这么大。但是福报这么大，黄金铺地，七宝琉璃，八功德水，还是在奉献众生。那阿弥陀佛不会觉得说极乐世界是我的，我是老大，我是里面的董事长，他没有这个观念啊。他所有的一切福报是为了供养众生的啊，他自己呢安住在一个无我的、完全没自己的空性里面，只有悲心呢，化作黄金铺地、七宝琉璃、极乐世界的庄严来度众生呢。但是如果你要得到这个福报，那你就要有这种奉献的精神，
所以有这种奉献的精神，请问有没有自私的感情？那就没有了。啊，自私的感情会让你受到约束啊。啊，只有这种平等的大悲心啊，才是真正感情上的快乐。所以各位要做漂亮的女人，还是要做观音菩萨？观音菩萨最漂亮啊，最庄严啊。所以我想，你要做帅哥吗？还不如做佛陀了。佛陀最帅了 啊，因为每个人都爱他，每个人都愿意亲近他，而且看到他都没有欲望，你看都快乐啊，而且可以帮助别人解脱生死。昨天晚上大家休息啊，我们湛净法师还带着他们去金门的海边念一下大烟供啊，晚上要报名参加的可以去哦，衣服穿多一点，因为今天要烧的很多啊，今天要把这些熟食到金门海边啊做大烟供，然后呢大布施，念一下有钱真好啊，就是可以享受布施的快乐、 shopping 的快乐、孝顺的快乐。这佛陀讲了，有钱真好，可以享受。哇，刚刚安妮给的甘露丸是什么呢？一亿遍莲花生大师心咒的甘露丸，你们去跟他要。一亿遍呢，哦，好，大家捏一下，可以夹头发跟指甲，因为晚上分作两种，有夹跟没夹的，没夹的投到大海给鱼吃，有夹头发指甲的可以烧掉。六十四页，三字总持咒：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变异咒：嗡三巴拉三巴拉波玛那沙拉玛哈赞巴巴吽帕哲娑哈。嗡三巴拉三巴拉波玛那沙拉玛哈赞巴巴吽帕哲娑哈。嗡三巴拉三巴拉波玛那沙拉玛哈赞巴巴吽帕哲娑哈。辩识咒：那么萨尔瓦达塔嘎扎阿瓦洛格杰嗡森巴拉森巴拉吽。那么萨尔瓦达塔嘎扎阿瓦洛格杰嗡森巴拉森巴拉吽。那么萨尔瓦达塔嘎扎阿瓦洛格杰嗡森巴拉森巴拉吽。四如来：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铺位如来。佛具众妙喻替身时，具众妙喻收拾供，具众妙喻随中时，于此漂游居住之，希求贪恋损恼者，各种身相遍寻觅，于此一切魔部众回向令喜获满足，苦难为缘诸迷乱，愿解脱于大乐界，大力鬼众速速取，欲望贪执与恋着，意念爱染亦乐处，愿获释然及解脱。布施自己，碰碰身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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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全部布施，供养众生，供养冤亲债主，得我所有功德，吽啊吽。愿冤亲债主所有众生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，吽啊吽。好，希望大家经常这样布施啦，就像赚到钱，就像刚刚把钱拿起来，哦，我要供生，我要放生，我要帮助老人，我要开孤儿院啊，赚钱这么努力不是为了享受啊，是为了布施啊，养成这个习惯啊！各位，把你儿子布施出来好不好？你好，他不好了，你要生成一个好儿子还不容易呢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妈妈你自己去。所以你要生一个好儿子，生一个和尚儿子，你哪里找了？对不对？不容易，但是你要有那个心态。所以还没有怀孕的人要发这个愿呢。啊，万一我不得不结婚了，啊，万一我一定要怀孕了，
让我生出一个菩萨去利益众生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这样祈愿，不断的祈愿，不是一定要做佛教徒，做一个帮助社会、帮助世界的人，啊，这是佛陀的伟大，生下来是为了帮助众生、解决众生苦的人而来精进努力，这是最伟大的生命。佛陀说他要成佛，一定要做功德主、做长者主、做转轮圣王，这是一个礼律表，你要有福报。简单的说，你要做过皇帝，你才有机会做个大菩萨。所以最近常讲观音菩萨千手千眼，为什么他有力量？一千只手代表衔接千佛的力量，合起来在观音菩萨身上，一千个眼睛代表什么？一千个世间最有福报的转轮圣王的力量合起来，等于怎么样讲呢？有一千个皇帝，一千个佛合起来才叫观音菩萨，这样啊。所以这意思是说，你虽然懂佛法，一千个佛，你没有世间人的福报也没有用。所以你要把世间的福报修到最圆满，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转轮圣王的世间福报，来出家变成觉悟者，这样这两个要合在一起。如果你没有转轮圣王的福报，那你要去得到佛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各位希望的世间跟出世间，这个叫福慧双修啊。今天你在世间是个乞丐，那你最多可以修阿罗汉，可以，你没办法做菩萨了，因为你没福报啊。所以佛陀要我们福慧双修，一千个转轮圣王的功德，一千个佛的功德，合起来叫千手千眼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积极努力，好不好啊？像我一个出家人，你叫我去过公司董事长，我一定可以赚钱，赚得比你多，那我才有意义，不然我出家干嘛？要有福报啊！如果你没有福报啊，虽然你要研究大乘佛教，那可能研究学术而已，你没有力量去帮助别人，所以这两面都具足。所以以后大家都要做功德主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有福报，只是有福报而不享受福报，化为空性去利益众生，那这样就很好了。所以像我在马来西亚，我老实说，我马来西亚那个功德主，我们去都开私人飞机呢，载我们再来再去，像坐公车一样哎。你看那个福报有多大啊！然后他说：“啊，师父你要弘法啊？对对对，盖一个大楼给你弘法，你看嘛，盖个大楼给我们弘法啊！那这个福报有多大？”后来我一调查才知道，哎呦，人家过去是做了好几世皇后，在供养三宝啊，那所以他可以供养很多很多的道场，那而且自己又很精进，那这个将来要做大菩萨就容易了。那所以我想各位每天都要布施啊，用一个圆满的心去布施一瓶水，就让你种下广大的福田啊。用一个圆满的心去点一支香啊，用一个圆满的心来经营财产啊，因为你经营财产不是为了享受啊，但是你不想享受，反而你福报更大，这是自然的原理。以后各位不管在任何时间，我们不断的修行累积功德，这个功德就是希望满众生愿啊，不管他做什么事，都希望他能够满愿，而且善事都能够成就啊。那你走到哪里都要把你的功德，他在百货公司你看到，希望他们都有钱，可以买到他们很喜欢的东西，而且将来跟我们一样可以听到佛法。你要从世间的先满他们的愿，然后希望哪一天他也可以追求更圆满的佛法的品质啊，功德啊。所以但是你一定要一直祈愿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坐在车上祈愿所有人都开到好车，都平平安安，永远没有车祸，而且希望进一步他们开车去供养三宝啊！你要一直这样祈愿，然后让自己的内心里面没有恨，没有嫉妒
啊，只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这个要训练啊。因为如果你不经常这样祈愿祈愿祈愿，你骂人很快，讲好话没有讲过这样，因为你已经变成那个习惯，抱怨多了，发愿少了啊。那我们修学佛法就是没有，每天都一直随喜，一直祈愿。就像各位看到前面有六桌啊，哎呀，愿六道众生同享甘露，上供下施，同享功德。后妈你北美后你就一直祈愿，就像各位看到这张图，哇，西方极乐世界接引图，念一下：当愿众生同生极乐，同证佛道，普度众生。Om Amitavasa。那就是说，你要一直祈愿，祈愿到后来怎么？你眼睛看到的都是极乐世界。你眼睛看到的都是佛菩萨，清净海会佛菩萨，这个叫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，众生都在念佛，众生都在净土啊，众生都在祈愿。那这个就像你拿一个手电筒，手电筒要干嘛？就把黑暗的照亮啊，众生无明呢、啊，念一下：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，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。那你点灯的时候要把这个灯融入你心，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，心头没有无明贪嗔痴的火了，变成佛的智慧光，然后再把这个智慧从你心间放光，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。就像一灯变成百灯万灯千灯，全世界的人都点灯了，都觉醒了，都成为佛陀了，所以而不是在黑暗无明的轮回里面呢、啊。所以你点一个灯要这样祈愿，你念一个心经，当愿众生同证空性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样啊，那就一直一直把自己的心念一直一直转化。所以就像各位，我们坐在这个体育馆，你要想说这个体育馆声音有回音呢、啊。那这个回音也好啊，进入所有法界，进入所有众生的声音，都融入在他们的心里面，然后呢去转化他们。那你要经常这样想，如果你能够一日一夜保持这种心态，那你不可能不消业障，冤亲债主不可能不被你超度。因为你一贪嗔痴他就来了，你一开启佛性菩提光他就超度了，看你要得到快乐还是痛苦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啊，冤亲债主不是不超度，是你不想让他超度啊。你一直用贪嗔痴执着排斥抱怨冤亲债主，他会说：“我慢慢让火力细，我要慢慢的摧残你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超度我啊，因为你不能感动我，你有一个不圆满的心态。”那如果你的心态是在极乐世界，是在慈悲，是在光明，是在善良，他的心态就被你影响啊。所以呢，好心有好报，不好心有坏报，贪嗔痴招感三恶道，慈悲心菩提心招感佛菩萨啊，心造天堂，心造地狱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也因为如此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不要让自己有负面的心态，别人伤害你，消业障，正好消业障，消我执，修忍辱，太好了，嗡嘛呢呗咪吽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啊，别人对你好，哎呀，感恩，随喜功德，众生都像我父母一样对我好，阿弥陀佛。但是，这个就是修行，永远没有一个不好的念头。身体在生病啊、哦，正好消业障。哦，哎，我要好好忏悔，正好消除我执，哎，我要证空性，不要有我在痛，正好修慈悲，愿众生的痛能够让我承受啊，愿众生都离苦。那这个生病变成你成佛的助缘。那如果你不会修行，我为什么会生病？我天天念佛呢，还有人跟我讲，师父，我很听你的呢，我天天去烟供呢，啊。
我说你在烧东西，又没有在烧你的心，没有用。东西被你烧光了，浪费了，啊，你从来没有那种慈悲心、空性的智慧，那我也没办法啊。所以我想，一样米养两样人，意思是说，你的动机很重要。啊，那当然在这边要修一个圆满的心态不容易，所以各位啊。就像今天一样，把握时间，从并不是今天参加法会，是希望各位每天都在参加法会，去上班、开车、煮饭就是做烟供啊，擦擦擦擦擦，那不是烟供是什么？啊，那个味道上供下施啊，还可以供养你家里的人呐、啊，啊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转为佛法。那你先生叫你煮肉，你不煮肉，我杀了你。那煮肉就是在超度，我把你超度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通通把你给超度了，啊！因为你用一个好的动机，就像各位看电影，先生杀猪，太太升天，为什么？先生杀猪，他不得不杀，但是他先生每次要杀猪，叫他太太抓猪，但是他抓猪，他就一直念阿弥陀佛，希望你超度，我抓着你，希望你超度，不要痛。猪被这两个人杀了，一个杀了，一个抓了，一个下地狱，一个升天，因为动机不一样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还有一个故事各位都听过，有一个国王啊，大布施供养出家人，供养完以后无遮法会帮助穷人，结果有一个乞丐得到供养，哎呀，感恩国王，随喜国王的功德啊，哎呀，愿所有的国王都这么慈悲，也能够供养出家人啊，他这样随喜。那另外一个出家人呢，国王有什么了不起，才给我一点点，最好还给我房子，如果将来给我让我做国王，我把国王给砍头了。他升起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他被供养还抱怨。结果中午吃完饭了，两个都在树下，不一样的树下睡觉，结果这个坏心的人睡躺在地上，头跑出来，人家马车刚好过去，就把他头碾断了。因为他骂，他被供养还骂说：“那将来让我做国王，我把国王给砍了。”那另外一个呢？他感恩啊，国王啊，布施啊，想到我们这些乞丐，将来啊，我也做国王，我也要帮助世界啊。结果他在那边睡觉的时候，阳光永远晒不到他，他头上永远有一块黑云，像一个雨伞。奇迹呢，结果别的国家国王刚好死了，哇，这个世界有这么道德的人，不可思议，把他抬回去叫醒，叫他回去做国王，醒过来做变国王。各位这个故事听过，同样一种力气就嘴人，他心态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所以各位今天中午好不好吃啊，那你明天会更好吃，哪家哪念啊你。昨天睡觉快不快乐啊？好耶，对不对？那你明天会更好，谁谁念谁谁念，明天你那一间刚好火烧漏水啊，门坏掉，冷气掉下来，因为你的心招感来的。所以没有人要虐待我们啊，但是啊，那哪个都有几种代志，那是我们的业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正好消业啊！你能够安忍就可以消业，所以我想心态，我们知道如此，所以我们希望影响众生有这个心态，所以我们供养回向给他们，我们供生回向给他们，我们在放牛，顺便为他们点灯、供香、施水，哦，念了很多啊，希望所有的牛不要被杀，我们也被他发跟他发愿。那你就可以把你一个短短的时间变成一种丰富的心态、慈悲的心态、帮助别人的心态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只是像我就比较可怜了，我每次要做什么法会旁边还几个保镖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会怪怪的来对待我的。那同样在法会，那重点在牛，怎么会跑到我身上来啊？因为没办法嘛，所以我们也要慈悲嘛，回向嘛，没办法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就是说看你怎么去想。
所以各位，你要让自己更快乐吗？那你就要勉强自己，不要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要去做该做的事情。勉强一天，明天改变了，后天改变了。你不想勉强你自己，随顺你的想法在做事情，不好的态度在做事情，那你反而越把你自己越伤害了，造了恶业更重了。所以那在这一点，快乐痛苦决定在自己的心念，那你要随时一直告诉自己一直回向，一直利益众生，一直修忍辱，观修无常我这个会死的，会痛苦的，但是我赶快利用这一秒钟来做善事，我所有的钱带也带不走花光了就浪费了，这个钱我拿来买一点水布施，一瓶水才1块人民币啊，对不对？一支香1块人民币可以买3支香啊，像各位早上米跟水1块人民币可以弄好几杯米跟水啊，那我可以拿来修上供下施。你要一直去思维，就像我今天中午带各位办活动啊，如果你没有思维，你想说大家出去念一念，晒晒太阳就回来，只有牛，那多浪费啊！赶快点个香，供个水，做个烟供，把那些食物变成回向。你要把节目变成很精彩，了解吗？很有意义，同样是10分钟，变成很圆满，这样啊。那各位你要开始学这个我们要供养舍那切，他们就问说：“师父，昨天供养供，今天还供养吗？”今天功德不一样，明天功德更大。那你要同样供养他们，你要一直去思维，怎么样做更好？今天、昨天隔西唱今天不单唱，明天西金唱啊。那你要一直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种利他的思想，能够帮助更多人，让大家更法喜。事实上没有私心，老实说，像我别人供养我钱，我都马上把它供养掉，因为我认为这样对供养我的人才有福报因为我个人是有限的，但是他们生团乃至放生这些太有功德了，赶快把它转出去，不要留在口袋里面了所以，但是如果让对方更欢喜，那这样最好。千万不要悭贪，我们布施度悭贪，不要认为我的钱就像各位你赚的钱，你也不要觉得那个是你的钱，这些钱都是我的客户的，客户给我赚钱这些客户是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赚的这些钱，我替他们来布施各位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都是替你的客户在布施，不要有我的观念，你的客户哇，这个福报太大了，他们钱不让你赚他会困不起，我跟你说。所以我以前在家做生意我就知道了，很多人说我把生意转给别人做就很倒霉，拿回来给你做就开始很顺利，我说你才知道，我不用出去找生意的，人家来找你，因为我赚了他的钱，我懂了佛教。